保护器灯亮就是表示电源接对，然后再开电源，有亮灯开始，紧急停止打开，然后四左右，左右走，然后开砂轮运转五分钟，运转五分钟之后刀架停在中间，然后砂轮关掉，将刀夹螺帽拆起来，削刀，再把刀夹锁上去刀具上面，锁紧，扳角度，再将砂轮往前靠在刀锋上，再开砂轮，再开左右，就可以磨刀。好，停止，停止了。